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早上下雨吗？啊？今天早上下雨了吗？啊、不知道。你们在睡觉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，因为你太漂亮了，老天爷都流口水了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天流口水，怎么看不下去？看，开心吗？我说你漂亮，应该开心了，对不对？嗯。今天是我发自内心的开心。是不是应该露？可以啊，露给你。好，你说的露啊。你可以不要夸我一下，我更露。滚！我夸你。嗯，你再夸我一下，我更露。哎，这个妹妹嘞。太好看了，太正经了，太亮了。没有没有，要身材有身材。哎，前凸后翘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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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要看吗？看货吧，看货吧。看着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啊，你还不好意思啊？其实我发现你脸皮很厚的，真的。哎呀，没有你的厚，我都说比你还薄一点嘛。嗯。我厚吗？比城墙还厚，这样行可以吧？不料你了，我怕哪天真的爱上我了，对吧？不料了，看石头，蛮起的，这么小，隐含是色料吗？沾光有一点色，色还是可以啊。抛了光，它会翻种翻色，蛮起的，看没有？看变种没有？凌晨这个表现啊，水头可以的，哇，嗯，我们就是裂多，我一个鸽子蛋有没有？你说，嗯，鸽子蛋的话有，小，就是小一些，但是我感觉它绿度不够，看自然光。但是这个抛一下光还是可以的，抛光的话会比现在看牌子是可以的，做牌子嘛，你在想，嗯，几个钱？多少钱？4万啦，10万块。对，今天还蛮实在的嘛，是不是夸你一下呢？就实在了，嗯，28000，啊，差不多了，28000，这个。很小啊，没多大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就牌子量，这样你来一刀一个，我跟你说两个牌子，我跟你说一个价啊，3万，那个28000有什么区别？我喜欢整数，知道吧？我现在都喜欢整数。那2万嘛，2万不是整数吗？3万，我说3万的整数。2万的整数不像吗？两就是你和我，在就结合在一起的，这样子吉利，知道吗？三包天。三好听啊，啊，对吗？那就2万成交了。嗯，3万，来吧，成交，成交，来，对吧？你来了我就开心，你看到没有？开心吗？又牵我手了，牵到手跟我走了。现金还是转账？现金嘛，昨天有。两个，好累。开心吗？开心，收钱的感觉真爽。真舒服啊，嗯，坐会儿聊会儿人生聊会儿理想嘛。哎，你什么时候约我出去玩嘛？你想去哪里玩呢？啊，你想去哪里玩？去你家。去我家。去你心里。去我家可以的。去你心里。